上次三黑粥火了之后，有很多人私信我还有什么适合女生吃的，所以容易手脚冰凉的女生注意咯，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红糖糯米饭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按顺序铺在红枣、葡萄干、枸杞、糯米、红糖，然后再重复一次，记得要压实哦。倒入开水没过食材，放进锅里蒸上一个小时。天气渐渐变冷了，快做给手脚冰凉的他吃吧。